今天给大家揭秘一下最近非常火的遁地术是怎么做到的。首先我这里一共有九个象棋，好，仔细看，不要眨眼。刚才明明是九个象棋，现在变成四、六、七，一共是七个象棋，少了两个，还有两个去哪里了？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，少的到底是哪两个棋子？那这对象居然跟帅跑路了。好，现在直接给大家解密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魔术，它只是一个剪辑片段。当我拍到一半的时候，把对象给拿走，然后其他的位置保持不动。这个时候放好棋子，继续做完剩下的动作，然后把视频放到剪辑软件里面，把刚才拿走对象的动作片段给它剪掉，就可以把两个棋子给变走了。我们看一下慢动作，你看明白了吗？